来上来抽根烟，上来抽根烟，冷不冷啊？来上来抽根烟来，打打气。该冷了，估计。来来来，好好，谢谢啊。来来，来谢谢，来哥们儿，都俩么这呗？呀，半桶了这，这不小的这鲫鱼。对，鲫鱼不小的，那翘嘴翘嘴大又长。这待多长时间？待多长时间了？这一两小时了。一两小时。啊，有点冷吗？我感觉有点冷。喝点小酒。对呀，那瓶老队长。绝对不冷了。你喝都不冷啊？喝点酒。开这儿那俩管开。那家冷。俺俩管腿。对。那俩腿也管，那腿大哟。咦，别弄了。恁哪里呀？在广武呢。咦，广武跑这边吗？这真行啊，广武跑这边。就是这鱼，恁这鱼可卖呀、啊！不卖，给多少钱？不卖。漂亮。这就是咱老哥。直接撒鱼。来，穿着棉袄嘞。鱼头上有活，你这是翘嘴儿，翘嘴儿长一点，翘嘴儿嘞。都是野生的鲫鱼，一两个小时杀这么多呀？半桶不少，比钓的快多了。那比钓的快多。龙虾呀，两个龙虾。那底下的能钓？不行。这鱼它啥？往西。往西。小的撒不住。你要往潮了撒的都是小的。是的，这鱼不赖，野生的，而且营养那么高。